天理又讲了，舍利弗，如人入胆薄林为秀，胆薄不秀一相，不秀一相，这个可以讲，我们可以先简单的讲啊，就是说，好像我们跑到鱼市场里面，闻到鱼的味道，鱼的味道是臭的，你闻不到香的味道，全部都是臭的。我们进到鱼市场，那里都是卖鱼的，那些鱼都是很香的，也很臭的，鱼都是很臭的，有腥味嘛，很腥味啊，你闻不到香味的。他说，他比喻啊，你闻不到香味的，如若入此室，你如果进到维摩诘的这个房间，但闻佛功德之响。你进到维摩诘的这个房间，只有闻到佛像，佛的功德像，你嗅到的就是佛的像。不乐闻声闻，必知佛功德像。声闻当然也是香味，但是必知佛也是一种香味，但是呢，佛的功德之香胜过声闻跟必知佛的香味，你只闻到佛的香味。